骨痛热症可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，进行以下灭蚊步骤，一同杜绝骨痛热症。铲松干硬的泥土，清除花盆底盘的积水，倒置存放水桶并擦干水桶边缘，更换花瓶里的水，以及疏通阻塞的屋顶檐槽，并放置 BTI 杀蚊药。让我们同心协力杜绝骨痛热症，立即进行灭蚊行动。